何の用だ。余計なこと聞くんじゃない、来い。やだ。打嘛，系要插乱我个头嘅。どうかな。
系咪死党先？咁梗系啦，冇你帮手做咩啊？咁就可以讲老实说话啦。嗯？我惊你今日冇咁顺利啊。哦，你惊我爹哋知道我结婚嚟搞破坏啊？唔会啩，咁秘密。都唔知点解我爹哋咁唔中意佢。唉，点都好啦，结咗婚先算。我唔系讲你爹哋啊，我讲新郎哥啊，小姐。放心啦，我前几晚先同佢讲个电话，佢仲问我中唔中意结婚礼物啊。佢喺香港搞掂新屋啲嘢咧，就会飞过嚟同我会合噶咯。唔系啊嘛，你结婚咁大件事，几日冇同佢讲过电话啊？有啊。不过唔知点解打几堆留言信箱啫嘛。留言信箱啫嘛，冇理由噶，日子时间佢定嘅。早，班機 delay 咯。咩事咩事？我打去航空公司問過，原來班機喺4.5小時之前已經到咗噶啦。或者你搭咗第二班機咧？我哋 check 過曬其他航空公司噶啦。可能佢唔中意搭飛機，中意放飛機咯。仲有啊，下邊話我哋過曬鐘唔可以再等啦，咁點啊？今日结婚，今日几多号啊？哎呀，个锁系我装，我梗系入到嚟啦。我系呢间屋嘅室内设计师。哦，装修个不大用啊。喂，啲嘢搞掂晒噶咯，你仲嚟呢度做咩啊？你都知搞掂晒啦。做咩啊？你做咩啊？你做乜嘢而家？我话你老公。咩老公啊？我未嫁噶。未嫁或者你同居咯，一齐。仲行啊？我都唔好想行嘅，我想坐喺度。你话俾听佢喺边？我做咩话俾听佢喺边啊？你而家亂闖私人地方，可以揾人拉你噶？咪咯，報警啦，即管報警啦，睇邊個犯法。咪老實話俾你聽啦，我收咗美琪啦，283,7695啊！啊，睇下，睇下邊個簽名？點會咁噶？我都唔知啊，大佬啪啪聲啊，空頭支票啊！數？喂，數雞兒，喂，你攞張真去邊啊？喂，曾偉知唔知啊？攞翻嚟！喂，攞翻嚟！你講我信㗎啦，我點知你講嘢係咪真㗎？我真係發覺你兩公婆天生一對嘅，一個玩失蹤，一個玩無賴，話俾你。你又無賴啊！仲可以揾到機票去動物園，哇！有錢去動物園，冇錢還債，你正係高級無賴嚟嘅。咩啊？有錢係富貴自己，陰質係人哋。我聽，好彩你唔係咁滯。咁咪點啊？如果我兜出打你360空，再加你個782轉體嘅啦。咁好數口，唔好去做櫃理。咁好打去做打手，扮到咩做裝修啊？我係 designer， 我識計數，唔該你麻煩點樣 check 我。我俾人好男不與惡婆鬥，話曬我都係 designer， 我有修養。Dad， 一齊。啊，好。你嘅 passport， 你哋嘅登機證，而家可以上機噶啦。Thank you。我唔係同你一齊嘅喎。你講笑。俾翻我啊！你做乜跟住我啫？去日本旅行，问你老公啊，即系老千家族嚟嘅，真系。你究竟想点啊？想点？唔跟你跟边个？
唉，人衰行路打到褪 ，lift 又坏埋，你估你黑定我黑啊？我嚟啊！哇，系、哎、呀！喂，真系使拎咁多嘢啊？你谂住移民啊？唔翻嚟啊？不过话时话，如果移民我嚟拎一个 keep 咁少嘅，喂，但系呢个 keep 青 BB 都唔系好衬你嘅。你中绿色啊？喂，哇！咦，原来一个，哎呀，咁蠢嘅一早咁样拎咪得咯，真系。喂，话时话，你唔讲嘢会口臭嘅咧吓？问埋呢条啊！喂，喺呢度啦，高桥裕二啊，俾你。喂，得你见到佢斯文啲啊，追数还追数。得啦。追数啊！快啲还钱啊！是不是搞错了地址啊？吉屋一间，连屋都搬埋。喂，佢系丈夫嚟噶，你都知啩？唔知啊，佢连结婚嗰都冇嚟到啊。Sorry， 高桥，咩人嚟噶？你识唔识佢哋噶？唔识噶。宋海龙。诶，再度再度，佢讲咩啊？你捉我哋喎？唔系啊，搞错喂，我谂你搞错，佢讲清楚搞错我哋啦，喂喂。你都知道哟，今天晚上不能带你的手，我担心我搞给奶了哟。喂，你们同我讲咗，佢哋会打噶啦咩？讲咗啦。唔打啦。啊！讲咗未噶？讲咗啦。探してるの？彼はどこ？後でわかるわ。喂，你识佢噶？好彩我突然出现咋。
如果我哋真係大劑啊！喂，頭先嗰班友咧識中國功夫喎，幾犀利噶，有機會同佢接觸下先得噶。喂，同我講聲啦，多謝啊喂啊！我對啲內容，面都曬一次得噶啦。講咗啦。啊，係啊。佢叫你收聲我。佢嘴冇喐過，佢笑一笑啫嘛。老闆啊，冇乜點教你噶，我都識日文噶。Hello Hello 小姐，你好靚啊。收爹啦。捕まってて、また追ってきたわ。Mrs. 小姐，欢迎你安全来到东京，帮我夹住下呢嗰班马里佬。系，知道啦。我系想上面倾。请坐。点解你个个都识讲广东话嘅？你哋咩人嚟噶？佢哋博使命学广东话，佢哋听你罗晒啊嘛。你都系啦，中午快啲落开，得啦。我叫林桂仁，中国人，阿里沙，早八合，大早九你嗰个叫直美，佢哋全部都系我助手。阿捞日本人，老板娘夏威夷日本人，我哋全部都系好人。This is my name card。林桂仁，咦，你系私家侦探嚟噶？长话短说啦，今日袭击你嗰班人就系东京神户组组长伊藤茂嘅手下。他们捉你的目的是跟你未婚夫高桥如意有关，所以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你讲我们要信了。阿 Mrs. 小姐，你不信我都没办法，他们早已派了人来香港找你，但是估不到你会亲自送上门。哎，这边啊，麻烦。为什么你知道那么多东西？再多都知道，比如说你几挥得下这样。你又知道。捉我啊！咁你要监视我哋？佢哋捉你同我监视你嘅目的都系一样，希望喺你身上面揾到高桥。高桥有啲咩问题？老板娘，系呢个古仔由个零两个星期前开始讲起。花胶攞咗我未啊？咦，好犀利，你都系仲有五次咯！嚟嚟嚟嚟嚟，唔好争，唔好争，唔争！哎，开门，开门，门钟响，有生意啦，快啲，快啲啦！哇，使唔使飞入嚟啊？好赶住玩啊！喂喂喂！哎呀！喂，站住，站住！知ってるか。こんな形は見えないよ。日本最大の組織、神戸組六代目組長、伊藤隆。隆じゃない、隆だ。変な名前だから。日本語もろくに喋れないのに探偵やってんのか。気に入ったぞ。悪かったな。俺は頭を使うんだ。
だからお前に頼みに来たんだ。この女を探してくれ。誰にも言うなよ。堂堂一黑帮首领，手下咁多人，使嚟帮衬我，但谂深一层唔出奇啊！你啲老婆出去勾佬喎，俾自己兄弟知道咪好冇面？咁搵个日文都讲得唔好嘅中国人嚟查，万一泄漏咗出去啊，你都唔会信啦、啊，大不了咪杀埋我。来啦！高桥来啦！君が今日撮った素晴らしい作品を俺にも見せてくれないか。いいよ。只不过好快就俾我查到呢个高桥裕二啊，系一间美资投资公司嘅亚洲总裁，时时喺香港、美国、日本嘢边走。佢捞得好掂，有几个日本黑社会都系佢啲大侠，包括伊藤同埋美雪。いや、思ったよりやっぱ助かったよ。仕事の話はこれで終わりだ。今夜楽しもう。ありがとう。虽然我系私家侦探，但我份人冇乜所谓嘅，有钱揾就揾噶啦，最紧要大家开心。紹介するよ。彼は林隆人さんといってね、中華街で一番有名な探偵で、僕のパートナー。何かあったら面倒見てやってくれ。あ、そうか、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乾杯。我都觉得奇怪嘅，周围有人讲话我系佢嘅好朋友，仲话系 partner 添。嗰日我翻到侦探社，伊藤同佢啲人已经喺度等紧我。我正想话将啲相一相而埋，谁不知私もらうのは随分遅かったな。俺の女は高橋と一緒に逃げた。お前は高橋を最後に見た人間だろう。お前、高橋と親友らしいじゃないか。奴は今どこにいる？知らない。知らない？知らない？ああ！宮本。后来终于俾我查到，原来呢只美雪咧系伊藤身边最得宠嘅女人，佢一直帮伊藤掌管神户帮里面嘅主要财政，所以帮里面大大小小嘅事情佢知道得一清二楚。今次同高桥走佬唔单止立咗一大笔钱，仲攞咗帮里面一样好紧要嘅嘢我嚟做护身符，至于系咩我未查到，佢哋又唔知去边度疏符啦。我啊舐咁 hea， 事关全世界喺度刮紧佢哋，包括同佢有拉楞嘅人，即系我同埋你。总之高桥一日唔出现咧，我哋都冇好日子过。傻仔嚟嘅，报警咪得咯，咁简单。阿边个嚟做圣河？乜边个啊？北大勇先生，我 designer 嚟，怪唔知冇乜分析能力啊。
你當我傻仔啊？我一早就報咗警啦。總之冇死人冧樓，佢咪同你備案咯，得關人理你啊？咁係你又咁醒，你搞掂噶啦。而家我哋搭埋一隻船，希望你可以幫我手揾到高橋出嚟。林國仁先生，你估我信唔信你講嘅嘢咧？信唔信你自己決定。咁大劑啊！哇，認真 bad taste 啊喂！有好嘅唔簡單要咁嘅嘢，好彩你未嫁俾佢啊！真係。哇，你咁講嚟噶？乜嘢啫？我費事人哋傷心啊嘛。你收地啦！而家揾笪安全嘅地方俾你休息先。美国出世，美国长大，呢啲我全部都知啦。佢喺投资公司究竟系做咩生意？我唔知道。我喺日本读书嗰时识佢咧，佢已经好叻噶啦。但系佢好少提佢啲公司。咁你身边有咩亲人朋友咁咧？佢冇咩朋友噶，亲人都唔喺度。佢有今时今日咧，全家借得翻嚟。佢最近有冇同你提过有啲咩麻烦啊？好似佢啲咁叻嘅男人，有咩麻烦自己都解决到啦。被捧讲四句都赚足四句，唉！咁你平时倾啲咩噶？我哋平时倾啲乜嘢唔关你事啦，系嘛？啊，不过佢好有修养噶，唔好乱咁讲嘢。有修养你就知道，你平时冇同佢倾偈，有冇了解佢就话嫁俾佢系咪噶？而家系你嫁定我嫁？即系你一直都唔知道佢同日本嘅帮会有来往，更加唔知道佢同帮主嘅女人有路啦。我点知道？或者忽然间转咗口味咧 ？OK， 我同佢一齐，因为我中意佢啲钱。你答我啱唔啱听啊？我听日就要翻香港噶啦，就当我冇识佢呢个人啦。你都唔好再睇佢。Sorry 啊，我帮唔到你哋，我休息。不如你刷牙先啦。喂，你咁讲咩意思先？我想帮你啫。你口咁臭，刷牙先啦。我翻房先。大佬，系啊，大佬，系，我真系会还钱，你系，我知，我再讲一次，我真系会还钱，但系咧，我真系俾人害，我翻嚟分期，你唔好讲粗口啦，嗰个女仔，佢都好惨。喂，早晨，咦，有衫换嘅，搵翻阿娇啊，我冇晒事噶啦，我今朝去咗买衫，准下自己咯。靓唔靓？靓啊！赞我靓，请你食早餐啦。美味しいですか？美味しい。Thank you。哇，使唔使啊？化悲愤为食粮啊！喂，你差唔多要搭车去机场噶啦，我咧就夜啲 shopping 先翻去。但我冇理由掉低呢个人唔理噶喎。系，一样系咁啦，你搭的士去机场，使乜惊啫？咁啊系，条命系你嘅。你都唔擔心，我就會擔心。啊，係。埋單啊！俾你噶。俾我？記住啊，332335，提款密碼嚟噶，户口度咧都仲有十幾廿萬嘅，但係還住俾你先咯。喂，咁即係點啊？咁即係當係幫阿高橋還錢啦，定你借俾我？點都好啦，成件事都唔關你事嘅，你就當我幫佢還住錢俾你先咯。仲爭嗰筆咧，我就冇啦。如果第日真系见翻佢咧，我一定会帮你追佢。332335，33，23，35，都唔错啊，几好啊。都话唔讲咗俾你听噶啦。不过炎夏低日粗咗少少，不过点都系我都收起佢噶。够唔够钱啊？够啦。成田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彼には帰ってもらった。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死白妹，早知你有警棍。
香川さん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こちらの方に。こちらはプライベートオフィスですか？何かご用ですか？するわけで何を言ってるかわからない。帰ってくれ。はい、明治元気？はい、今日はここまでいいよ。お疲れ様です。どうぞ。何があったら赤川さんと連絡を取るように言われて、いなくなったんです。彼、僕も探してるんだが。結婚すぼかされて、私彼を探しに日本に来ました。彼に何があったらと思うと心配で。大丈夫だよ。彼は何か特別なものを君に預けた。そこからたどればわ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よく思い出してみて。例えばセーフティーボックスの鍵とかディスクとかメモとか。ダイヤですか？あ、オッケー、出ててください。バイバイ。ないです。あ、何か飲むの聞くの忘れたね。コーヒーでいい？お前そこで何やってんだ。眠くない？これから僕の言うことに答えてくれ。いいね。はい。何だ。一箭一箭入咗去。拆穿事务所，好鬼死抵死嘅啫你，系啦，帮我及实啦。系。あの、すみません、赤川さん。啊，傻咗有冤都唔怕，梗系跑楼梯点啦。上车啦，高手！你讲咩事啊？你几耐？咪喺你第四招神龙摆尾线脚，跟住嗰个大海无量打埋墙嗰时到噶咯。哇！你冇搞错，你睇住我打定帮手。哇！你咁挥得，我使唔使帮手啊？哇！你又精啊！我话打你又英雄救美。喂，咁自古英雄就救靓女噶啦，咁你又唔系英雄，靓女梗系我救啦，系嘛？系啊。哇！我睇到日本仔咧，唔知俾啲咩佢饮啊，饮到系咁样嘅。你系咪 Macy 小姐？系啊。你为咩嚟日本揾高桥啊？佢应承同我结婚，但冇嚟到。喂，佢好似俾人催眠咁嘅，讲嘢懵下懵下。
一定是喝了美國特務機關常用的 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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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挑啊挑啊，挑地 tell the truth， 直到佢讲真话为止，系一种催眠精神科药物，可以令人嘅意志力咧减到最低。对呢一般普通人嚟讲咧 ，very effective。但系对啲受过特别训练嘅间谍，或者意志力特别坚强嘅人咧，完全冇用。高桥最近俾过啲咩你啊？有好多，系一堆婚纱设计图片、减肥餐单、艾滋测试。喂，你见到佢语无伦次，冇晒汗啦，冇问啦。喂，救翻醒佢啦，不如。如果你要查，你自己查啦。我查过晒所有银行噶啦。高桥除咗银行之外，有咩地方有保险箱或者 locker 咁噶？有啊，有一间会所。叫咩名啊？唔知道。地址咧？唔记得啦。屌，乜都唔记得咁死啦！我识去。点去噶？我识去，唔识讲。咁你带我哋去咪得咯？喂 ，Macy， 喂，你醒啊！仲喂乜嘢啫？你同情阿人嚟得唔得啊？人哋弱质旅游嚟噶，由得佢。弱力过咗就唔会讲噶啦。你系咪嚟追高桥数噶？你嚟追数啊？追女仔啊？你唔想水落石出嘅咩？我唔系唔想水落石出啊！你睇到人哋咁，你咁忍心嘅咩？喂，查案系咁噶啦，晕埋添啦，咁我好啦。阿亲都晕咗，我话俾你听啊！我忍你好耐噶啦，我真系想搭你一镬噶。系啊，我好惊啊！我好惊你用嗰招飞龙在天嚟。我唔会用呢招噶，我用横财就走，啄你头稳噶啦，话俾你听。呀，我拉手拉住你个麦门啦，睇住黏住，鬼同我唔好就住我家姐啊！好啊，好啊。我做咩喺度噶？你乜都唔记得？我记得赤川俾一杯咖啡我饮。跟住问我好多嘢。哦，诶 ，Macy 小姐，你想点啊？由佢啦，冇人当插班。系个赤川唔知俾咩药你食啫嘛，唔系我哋啊。好彩我哋及时赶到咋。照计阿高桥咧就唔会咁蠢，将啲咁紧要嘢袋喺个身个死周围走。起初我以为佢会将啲嘢摆咗喺你嗰度，咁万一真系俾黑帮捉到都唔敢即刻杀佢住啊。但系头先你同我提过，佢俾你啲嘢有咁多次，可能真系摆咗喺会所 locker 度。Macy， 你谂清楚啊，要查嗰啲差唔多过一段落噶啦，留喺日本咧好危险噶。唔系啦，我决定咧，听日同佢翻香港。你真系天真，你以为翻到香港就冇事啊？如果嗰样嘢对赤川同埋伊藤咁紧要，你估佢哋会唔会香港搵 Macy 啊？啦，俾个自己谂下啦。好，我听日带你间会所。啊！哇哇哇！潇洒的佢冲凉，嚟啦！唔见咗啊！喂，我隔十分钟 check 过一次，但佢真系唔见咗。咁你冲凉冲咗几耐啊？咁咪即系四廿零分钟到咯，真真谂咁耐啊！佢哋喺前面咧，再等紧我哋啊！把声。もう飲まないでください。大丈夫。すいません。あと3番。かしこまりました。佢飲醉酒喎。冇乜嘢話。佢受咗太多刺激啦。哦，你哋嚟咗，快過嚟同我飲啊！叫你啊，阿强饮酒啦，做乜唔喐啊？唔系好紧人嘅咩？もう飲んじゃダメだって。なんで？もうダメ、本当に。ね？其实都唔错啊，人又靓，人品又好。我露出尾巴啦咩？我露出条尾巴唔轮到你啊！
涯何处无芳草咧？罐头都有啦，呢啲系用完抌嘅，唔好再傻啦。そうそう、落ち込まないで。アホな男どうでもいいじゃない。冇咗个男人紧要咯，我知啊，我系冇咗个男人，但我唔单止冇咗个男人，我仲冇埋自尊啊。但系我多咗一样嘢，就系一个永远兑现到嘅承诺，我真系好唔甘心。我唔甘心，我同屋企人反晒面，一个人嚟到日本揾佢，咁我真系贪佢啲钱咧。真系好中意佢噶，咗好多酒。好似呢边转右啊，系咪啊？前面转左啊，呢边转右啊。我琴晚系咪好丑怪啊？真系转右咧。嗱，唔好扰乱世人喎、啊。明明前面转左啊嘛，转左转右咩事，小姐？前面转左啊。嗱，系咪咧？转左啊！你搞错咧，都埋包拗颈啊！即系你话咗转左就转左啦。好鬼死黑嘢嘅你，你话咗转左啊嘛，转系右啫。我哋讲，谂个第啲嘢讲啦。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受付どうぞ。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お名前お願いします。高橋裕二。こちらに番号の入力お願いします。ごゆっくりどうぞ。好多人都用呢个密码嘅。喂。喂，小姐啊，帮我查一间会所嘅资料。系。高橋帶我嚟嗰度幾次噶啦。喂，咪住咪住，大家諗清楚先。如果 locker 裏邊真係有料嘅話，比而家更大鑊噶喎。走先啦你。黐線，我點走先啫？人都知我同你一齊噶啦。喂，老细，呢间会所原来神户做 Ethan 开噶。走，我点啊？ようこそ我がクラブへ。私は伊藤と言います。あなたとあなた、すでに私たちの顧問にお会いしました。この方はまあそれは大事なことではない。あなた方が高橋のロッカーを開けたということはだ、奴と何ら関係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だ。このまま返す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こいつらを捕まえろ。
我九条街系嘛？呢支系嘛？梗系唔得啦！啊，咁都好。哇，靠害啊你！唔该。日本好难买枪噶，点解你会有枪？你究竟系咩人？我玩啦，咪阵间走火就死人啦，真系。有黑社会大佬伊藤请你查佢老婆，又可以追杀你，点解佢头先唔识你？高桥同黑帮两啲嘢系咪假噶？啲相都系假噶。有啲嘢我唔讲啦，俾你听住。咁唔讲就落车啦。信我啊！呢单嘢两个搞唔掂。我而家信佢真系死啦！落车啦！林贵人，你讲系咪全部嘢都系假的？啲相系真。高权黑帮两手佬都系真，落车，落车啊！唔好查落去啦，不如翻香港啦，话晒自己地方，有咩事都有人照应噶嘛。我而家唔想跟你翻香港啊！呢次系真系假，我都好担心高桥安全。我想报警。报咩警啊？冇用噶，你听唔到怪人讲咩？警方唔会相信我哋讲嘢噶。你识呢个人咩？佢讲嗰啲嘢冇句真噶。你车我去报警啊！好啊，你睇嗰边。喂，老细，系我啊，你我办嘅事我办妥咯，而家机场附近咯，放心啦，最紧我收得你钱，我一定会安全送佢翻香港嘅。好啦，等我消息。机场 ，Mitchy 小姐咧？你识得我咩？哎，好啦，你跟我翻去啦。咦，你好新手喎，不过可惜啊，我唔会跟你翻去嘅。系咩？荣先生，我老细神机妙算，早知道你会嚟机场啦，加一条路啫，我哋十蚊到你噶。你又系林贵人？
じゃあ彼に聞いてみようか。Listen, c h i f a喂，好似 AV 女郎啫，你成班咧系拍咸片噶？哎呀，哇！做乜咁大力啊？咦，我真系知唔错。收声啊！喂，你日本人嚟噶？收声啊！我早知你咪私家偵探啦，你個驚咩啊？秒查咩你？北大勇私家偵探。北大勇先生，香港人，29歲，自制最深武術，不過無心向學喎。17歲由香港走到中國參加國家武術學院，仲先後奪得4屆個人武術冠軍。咁勁，有冇讀錯啊？94年喺香港開咗間智勇偵探社，仲自己做埋私人保鏢添。有冇咁犀利？有啦。唔衝動，人哋都未講完。在3個月前，你開始收大令銀行總裁每個月12萬元，任務是打裝室內設計師接近高橋，調查高橋的背景和他追求美時小姐的原因，即是總裁的女兒。可惜你還未查到高橋有什麼古患，真是估不到這件事這麼棘手，連人保護不到不單止，人去了哪裡你都未知道。他說得對嗎？你話是話，你查得這麼清楚的？你很簡單，我找手下查這些查那些，查你身邊的人，特別是你的伙計喎，沙迪啊，快省啲人揾美事。係，好方法啦。其實我查過你，你唔係私家偵探。你12歲嗰年同你阿爸移民嚟日本喺度讀書，成績優異。但畢業之後我查唔到，真係唔簡單。你係卧底啦、警察啦，定日本廉警？點解要話你似啫？咁啊係。嗱，見大家相識一場，我都唔想見到你好似一隻盲頭烏蠅咁中嚟中去。呢單嘢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你係一個2打6嘅私家偵探嚟嘅啫，呢單嘢你玩唔起嘅。翻香港啦，我會幫你及實咩事嘅。但我去緊機場嘅咯，你請我翻嚟啫。少少技術上嘅錯誤，其實我哋送緊咩事？都係錯，可以咁講。唔好意思，嗱，而家我放你，揾人送埋你去飛機場。你唔會搞嗰陣我？都唔會啦，我都需要貼地，我諗住執包袱走噶啦。我話時話，你咁神通廣大，好抵佢嚟。撇你啊撇，唔好問咁多嘢。哇，得啦，唉，鬆曬啦呢部啊，真係要鬆一鬆。喂，啊喂，我入嚟來，邊個我唔打你咧？我啲仔都唔好落，嚟啊！死仔嚟話，恩將仇報，我驚你啊！你就知啊，電你添啊！而家嗱，冇電我啊，過電噶。你估我驚咩？我唔係一定要用電板嘅，我用拳頭都得嘅。我先打爆你个鼻，砸烂你只眼，我睇你点样做细做。都唔系，我好憎听到你讲嘢，先扣你口，你又讲唔到嘢嘛？嗱，讲我讲，唔好打面啊！几位贪靓嘅你，我信你啊！一张手报，我系中日混血儿，隶属国防部国际间谍科，即系日本警视厅公安部外事第二科警视证，唔系好明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咧，真係啊，真係好勁。咁都係嘅，如果唔係冇理由我查唔到。喂，話時話你個 pass 係嘛？我最中意我 pass 隊員塊面嚟講嘢噶。啊，原來真係唔係狗仔隊喎。你都算聰明啊，識得問我攞 pass。人咧就唔可以睇外表嘅。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高橋係咩人？落入俾美時飲嗰個叫赤川，佢同高橋都係屬於美國 CIA 人員。
呢幾年嚟透過一間投資公司嚟掩飾佢哋自己嘅身份，後來仲攞埋神護組嘅伊藤武，利用黑幫嘅勢力將一批批 CIA 印嘅假日幣流入市面，等日元慢慢貶值。CIA 仲叫高橋喺香港追大利銀行總裁嘅女 Macy， 同佢結婚，作為日後嘅部署。點知高橋同伊藤嘅女人通奸，所以佢就將 CIA 同埋黑幫交易嘅資料，連埋美雪手上面各位議員勾結黑幫同埋 CIA 嘅證據，留喺身邊度做護身符。個零禮拜前，終於俾伊藤發現咗，於是高橋就同埋美雪帶咗神護幫一大筆錢走咗路。CIA 同埋黑幫揾唔到高橋，唯有向佢未婚妻 Macy 身上面着手。琴晚 CIA 竟然是太過張揚，所以連赤川都調走埋。呢劑嘢夠大鑊啦啩？咁 Macy 唔係好危險 ？Exactly 啊！咁我唔可以走啦，我要揾到佢先得。喂，我留喺度，我幫你手啊！點敢唔留你啊？你咁廢得，用咩打爛我塊面？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みんな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れ。何か。よく聞いてくれよ。あ、鈴木君。君も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れ。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先ほど青島議員からこういう事件があると聞かされた。今朝会員制クラブ A が襲われた。襲ったのは男2人、女1人の中国人。以上のことを頭に入れて捜査に当たってほしい。以上。はい。はい。なんだけどね。AV なんだけど。AV だ。重いです。ちょっと可愛いからいいじゃん。絶対売れるっておい。なんだよ。そりゃいいじゃねえかおい。逃げられちゃったよ。我而家咩都冇晒啦，你快啲嚟救我啦！叫我嚟，又叫我走，我好难做嘅。边个叫你嚟啊？发神经啊！喂，你打俾你爹哋噶嘛？你爹哋 call 我噶，我咪周身冇啊，星星保镖咯。佢咪就系你爹哋请嗰个打人唔系咁品嘅私家侦探兼保镖咯。我唔会再信你哋噶啦。诶、你想点啊？唔再嘈啦，杀佢啊！好嘈！咩啊？喺手请人草丛搣烂晒你衫，跟住就奸，奸完之后砰砰声杀，杀完你林林都奸，奸完之后再杀。嗱，唔好嘈啦。咁搞翻我自己嚟系咪啊？画翻块面。喂，掂喎，原来我同你缺点一样啊，最紧要块面。唔好想翻香港。早啲翻去都好嘅，我都知道呢件事令到你好难过。既然啲证据都唔喺你手上，留你喺度都冇用，因为啲黑帮唔会香港揾你。喂，你放心喎，有我24小时喺你身边保护你。多谢你喎。
星星。哇！你个草邋遢，攞啲纸巾抹嘴啊！润唇膏嚟噶，哇！咁多纸巾嘅你，日本通街随手可得噶，嚟啊！醒包你啊，袋住佢啊！喂，沙姐啊！喂，系啊，你行李我攞晒出嚟噶啦。你换翻件衫先啦，唔该晒。唔使。喂，走！止まれ！論争だ。どうしてここがわかったんだ？ティッシュをもらっただろう。新宿や池袋あたりでティッシュを配ってる連中、あれは全部うちの組が仕切ってんだ。お前たちを捕まえることぐらい簡単なことだ。好鬼类似啊！人哋派纸巾噶。喂，高橋はどこだ？組長が早く知りたがってるんだ。言わないとお前たちの命がないぞ。殺さないで。高橋を見つけることはできる。本当は高橋に呼ばれて日本に来てるの。意思わかんない。佢话佢同高桥夹仔，今日日本人可以同佢注意。私は彼と明日の午後3時にレインボービーチクラブで会う約束。我约咗高桥听晏昼三点钟喺彩虹会所见面。高橋には失望した。死八妹呃我哋，我哋咪呃佢。もし私を殺さなければ、彼を引き寄せることができる。山田、はい。取引成立だ。車に乗っていただけ。今夜はゆっくり休んでもらおう。はい。小心啊！佢哋揾到證據一樣唔會放過你噶。慢慢嚟。今度は逃がさないぞ。殺だ！あ、あ、あ、你报警啊？唔系报警，谂住揾多啲人护送你哋去飞机场啫。老细，你冇事嘛？今次噶你哋，我哋一收到电话即刻嚟噶啦。咁而家点啊？诶，等我嚟。咁我哋点啊？收工。睇下边个？高桥，我喺度。你捉咗佢唔搞咁多嘢做咩啫？唔系我哋捉噶，八日前佢同美雪揸住架车喺北海道冲咗落山，佢昏迷咗入咗医院，美雪又入咗雪房。嗰边啲警察根据佢嘅指模查到系我哋国防部要揾嘅人，于是喺高桥昏迷期间，我同上司又赶到去北海道接受调查。喂，冇啊，咩事啊？我打俾你好多次啦，都留意信箱嘅，记得啊，下话结婚噶啦，喺拉斯维加斯等你啊，拜。发生咗咩事啊？我过嚟揾你啊。高橋のフィアンセは中国人らしいな。君が彼女に接近して何かを探り出せ。そして奴らを全員捕まえるんだ。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尋日佢醒翻之後，我哋即刻將佢揾翻嚟東京，但問極都問唔到嘢。後來仲俾 CIA 知道咗，即刻透過美國領事館限我哋24小時之內放人，仲話少條毛都升級為外交衝突。咁你成日先係講大話。梗係啦，等你仲還八婆。我谂佢谂住拖低日低一日啦，知道我哋身份之后，谂住我哋有办法救佢啊嘛。喂，你用啲咩跳跳佢咪得咯？跳，佢接受过严格训练嘅 CIA 嚟噶嘛，话我俾你听冇用噶啦。咁你做咩今朝仲瞒住我哋啫？话你 Mason 乜都唔知，再讲你听咗都冇用啦，留喺日本咪就危险。咁真系冇晒办法？你点知冇办法？我讲你听下。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つもりだ？どこ？美国领事馆啊嘛。但你醒目仔嚟噶，如果 CIA 揾到你，你知你嘅大劑噶啦。一家平二兩家著啦，你將啲犯罪證據交俾我，我就轉你做污點證人，釘死佢哋。你高咁多，都係何物走？烏鬼死有性格嘅啫你，又棍一棍咬死你。我呢度。大使館の人間はどこだ？行け。自己搞定。
真的来了。快走啊，伊婷要捉你啊。そうすれば秘密も同時にすべて消えるってな。それはどうかな。10日以内に俺からの連絡がなければ俺の仲間が証拠書類のコピーを世界中のマスコミに公表する。当然日本の警視庁も知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俺が長生きしないと困るのはお前の方だ。咩少少危险喎？做大事梗有少少危险噶嘛。自由しろ。俺が逃げ切ったらお前の秘密は永遠に守ってやる。分かった。結婚嗰日你冇嚟到，系嚟唔到啊，定系唔想嚟？嚟唔到。捉住我。ありがとう。阿姐。我们回。バカなことを言うな。あれを持っていれば俺の身の安全はお前に保証されるんだ。大切にさせてもらうよ。いい気は。事故で死んだ。あの交通事故で結婚式に来られ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すまなかった。証拠は全部処分してやる。喂跳落水啊，我来救你的，快点啦。仲跳，我不懂游水的，没危险啊，跳过来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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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想揾唔到證據拉埋其他人啊！哎呀，唔緊要啦，佢哋聽日都走啦，我哋開開心心歡送你咪得咯。哎，做嘢嘅嘢盡咗力咪算咯，你咪識咗我呢個老友啊！我都成日特技人咁啦。Hello， 笑下啦，笑下啦，笑下啦。要唔要去醫院度探高橋啊？我可以幫你安排喎。我唔會去噶啦。散嘅？我已經完完全全忘記咗佢啦。唔信噃，我哋攞啲 TTTTT 嚟试下佢得。唔使啦，女子就嚟啦。我今次认真噶，就算佢送俾我只戒指，我都可以。真系唔要？好出奇咩？我而家掉出去都得啊！我哋真系舍得掉啊！抌出去啊！唔舍得，我帮你掉啊！等我帮你。抌啦！要叫得掟，喂！抌咗啦！今次真系抌咗啦！估唔到块证件塞埋只戒指度。我哋唔好话俾我听，只戒指犯罪证据啊！梗系啦，傻仔。ニュース速報をお伝えします。警視庁から正式な発表がありました。指定暴力団神戸組組長伊藤武史容疑者とアメリカ国籍を持つ日系ビジネスマン高橋裕二容疑者が本日正式に通貨偽造と偽造通貨行使の容疑で起訴されました。また3名の国会議員がこの事件に関与していたとの疑いもあり、我家人美海喎，你家人美海，麻烦你攞嚟啊，你爸叫我睇晒你嘅。日本政府咧应承保障你嘅人身安全，不过我唔去得啦，实在太多靓女喺度等紧我。我都知，系咁啦，你请我留低。啲靓女俾钱请噶，每次破完嗰啲奖金咧就俾晒佢哋，唔系点会咁薄咁索啊？我冇讲过啦。佢咪几好？喂，喺嗰边。哎 ，stop！ 行啊行啊，喂，死靓嘅人沟女。なんだよお前ら。ふざけんなよ。どういうつもりだ？我明，我听唔明。我话俾你听啊，你睇你油头粉面成个乸型咁，点识女朋友啊？我俾我识功夫，你小心啲啊！我一手可以将你五马分尸啊，攞去喂狗啊！你知唔知啊？嘥气啊你！佢唔识听噶。而家同我翻译啊！伊多库奇多，卡诺佐尼卡卡瓦鲁纳。什么？你们要把我五马分尸？你们是谁？杂果鱼啊！你以为我不懂啊？我告诉你，我是他的债务人。You know？ 我是他表弟，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你想怎么样？没有怎么样 ，sorry， 好鬼类似啊你。表弟你好，玩抢笑，误会，对不起。你个表弟唔话俾我听。Yeah.